穿的一身黑黑的。你小小的背包挺可爱的，在明天看别人买穿的，像一个孤独的旅客。你的情绪属于是垃圾，我像是一个寂寞的记者，为何对你一直追踪偷拍着，我像不是巧合。模特模特，你没有表情的眼神是为什么，有什么发生了。笑一个笑一个，你脸庞一秒之间有万种脸色，你的笑容呢。会认识的，那时我们踩着自行车，然后没有新衣服又算什么，我已经是你的模特。生了笑一个笑一个，你脸庞一秒之间有万种脸色，你的笑容呢。我是你记者，你是我模特。